棉花糖这首歌曲特别简单，前面只有四个和弦，一五四四啊，先找到一，隔一个键弹个键构成一级和弦，左手加个一啊，那其他的和弦都是一样，五级和弦，第三个是四级和弦，最后一个的四级和弦呢比较特殊一点，把中间这个音放到黑键上，变成发加拉哆。好，按照这个顺序，每个弹四拍。回忆着初次相遇，坐在你身旁。四级。是谁曾经说太幸福？接下来和弦变成四五三六二五一，每个弹两下。想带你一起流浪，沐浴阳光，去完成温暖的想象。再来。喜欢你